嗨，欢迎收看绿语加油中国长马红志，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。今天关于是駐車場有关的单词，我们一起学习一下。駐車場是停车场，然后可能停车场里面经常看到的词，我们一起看一下。首先是駐車禁止，駐車禁止。関係者以外の駐車をお断りします。関係者以外の駐車をお断りします。这个是当然是不能停车。关于这个停车场有关的人之外的人的停车室，我们是拒绝一下，这样的意思了。所以駐車禁止、関係者以外の駐車をお断りします。就可以 OK 了。对，然后有料駐車場、有料駐車場。有料駐車場是当然是有料是有费用的，然后反过来是無料，所以無料駐車場，对，有料駐車場、無料駐車場。無料的话一般都可以免费停车，对，但是一般是免费的话可能有就是不能超过上限，对，有可能已经这个停车场已经满了，这样的显示也有，对，这个显示是满下，满下，满下是车位已经满了，这个意思了，对，看到满下就啊，就是已经不能用，就是免费的停车场，对，这个是看到满下就 OK 了，对，好，所以这次学习是停车场有关的单词了。学习好了吗？那么今天差不多就到这了。皆さん、お疲れ様でした。